就是台湾没有看过这个包装的虾味鲜，为什么？因为台湾不出辣的虾味鲜。前阵子好像有看到有辣的版本，但是那个辣的版本一点都不辣。Hey girl, listen to my words。今天要开箱的就是我在这个礼拜要送出去的菲律宾零食大集合。那我这次会送出七种菲律宾零食 ，and 它就是我平常最爱爬 ，and 最爱吃 ，and 最爱买的零食。就大家也都知道，菲律宾的零食有三大重点，第一个就是钠含量超高，防腐剂超多 ，and 色素超标。但是没关系，好不好？我们吃零食就不要这么追求健康。我们就是吃开心就好。台湾有一些很奇怪的人，就是你都要吃宵夜，你都要吃零食，还吃健康的，不知道什么意思。越垃圾越好。啊！那就是有北兰朋友问我说：“哦，你要办抽奖哦？”我就说：“对啊，我还要找时间去买什么什么的。”他说：“你还要买？你还要买？”我说：“废话，我又不是开什么杂货店或者是什么批发商，我当然要买啊。”第一个我要介绍的就是。Pillows 就是一个，会不会被台湾人打？这个呢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巧克力内馅饼干，它的巧克力不会到很甜，很符合台湾人，就是你知道要半糖的那种姿态。它外面的饼干是很脆的，它大概就长这样，甜而不腻。这一包还50几块台币，它还有出很多口味的。这个他们这里面来说，这个是最刷嘴的，叫 Boibawang Corning。它是玉米变成一颗一颗，它本来就是一颗一颗，会跟着蒜头一起去炒。所以当他说到 boy 巴网，巴网就是蒜头的菲律宾文。我知道有一些台湾人很喜欢吃煎过的蒜头，你在里面也可以吃到，就这样摇一摇，从小吃到大。大家是不是觉得这很普通，就是虾味鲜？我跟你讲错了，你是不是在台湾没有看过这个包装的虾味鲜？为什么？因为台湾不出辣的虾味鲜。前阵子好像有看到有辣的版本，但是那个辣的版本一点都不辣，真的很令人生气的。不知道怎么讲，因为这一包呢超级辣，辣到不行。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吃辣的人，你就会非常非常痛快的满意。我有几包那个零食就不开箱给大家，因为穷，直接送给你们。我之后。被自己买自己的，这两个我大推好不好？第三个就是 Chippy， 它也是非常爽脆的零食，有点像是台湾的那种螺旋桨，那个叫什么？好，不知道，反正它的味道就是咸的，很咸。你要配就是你知道 How to be gay 的杯子的里面放一块就是大冰块 ，and 就是冰水拿来这样配起来喝就很爽。下一个是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泡面。我总共买了两包泡面，都是 Lucky Me 的牌子。这个的好处在哪里？就是你知道，当你就是晚上半夜睡不着，然后就是肚子又 a little 饿，然后就想说，天哪，我就是到底要不要吃东西？你就拿出来就对了，因为它小小包的，你就可以感觉好像很没有负担的这样子吃，然后就赶快去睡觉。我自己是个人是没有在 care， 我想说。活着也不过就是活着八九十年，或者是你知道五六十年，人生开心就好，好吃就好，好不好？第二个是我从小吃到大 ，and 就是最多人吃的牌子之一的 Lucky Me Beef Not Beef， 所以你也听得出来它是牛肉。我跟你讲，我在台湾真的喝不到这两个高汤熬出来的那种味道，就是一定要到菲律宾的某个小镇的某个我阿姨开的小店才喝得到的味道，就是。大家如果有机会去菲律宾的话，一定要喝就是博拉肉汤，非常好喝，就是用大骨去熬出来，我不知道他们是加了什么东西，就非常好喝。所以这两个我必须要介绍给你们，都是牛肉口味的，一个是辣的，一个是不辣的。我自己最爱吃的零食就是 Potato Price， 它跟虾味鲜是同一家品牌。那为什么会特别介绍这一包呢？此时此刻非常想吃薯条三兄弟，而我买不到。Eat it， 是吃它，不是骂你白痴，是吃它。Eat it， 好难哦！我吃给大家看啊，因为我已经有打开来的。它的形状就是一根，
不会到很咸，但是它又 有一种让你想要一直吃的那种刷脆的感觉。哦，但你吃的时候一定要拿 Proud to be gay 的水。我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第八种，就是不会出现在送给就是观众的包裹里面，因为我怕大家根本就不敢吃。这个是菲律宾非常非常传统的传统饼干，叫做 Chicharron Baboy。来跟我念一次 Chicharron Baboy。Chicharron 的意思就是哈，忘记，算了，反正它就是炸猪皮。当你要吃这一包饼干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会做这一瓶酱汁的妈妈。这个里面就是有蒜头 and 各式各样的辣椒，然后它最主要的那个液体是醋，然后就是倒在那个碗里面泡着，就是这样沾沾来吃，好好吃，这样。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哦，好油哦，好好吃。我妈真的很爱吃这个东西，她都会拿来配饭，就配各种东西来吃。我说妈，就是你已经五十几岁了，你觉得吃这个已经超不健康，也超肥胖。Calm down， 真的是 calm down。OK， 以上就是我要送给观众的所有的零食大集合，希望就是抽到的两位呢也会非常的喜欢，就如同我喜爱这一般，这些零食。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你就是可以按个赞 ，and 订阅我 ，and 开启小铃铛，你就可以以飞天小女警去出任务的姿态来看我的影片。Bye。在影片的最后，可不可以就是告诉，这是我人生就是真实的朋友，你们最近可不可以一直跟我分享你们得到香港角的一些资讯点的消息？是我根本一点都不 care， 是不是不能讲香港角，会跟武汉肺炎一样 ？Oh my god， 脚部疾病，哈！我知道香港人是不会在意的。不像那些看不到 YouTube 频道的人。Hey, girl， 你订阅了没？